美国说唱歌手费特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向粉丝展示了自己最新的配饰，一颗装在额头上11克拉的粉钻，并讲述了在额头上穿孔的过程。这颗粉钻有10至11克拉，价值2400万美元，约1.5亿人民币。费特说，这颗钻石比他所有的房子、车子加起来都贵。